好，中体篇26页，好，倒数第二行。真言又云：“且现前舍心，不量其来。精神之从早生始应，不可穷数。恶行遍布终舍法界，今已若有体相，尽悉同界，不能容受。若得见者，则观无量恶业，悉为清净切体为善种子，守成我本机。南山祖师云：未受以前恶遍法界，今已尽数，观前恶尽，并起善心。”故借花所因，还变花界。这是讲到这花界的境界。这一段的文呢，在《真言》里边里面说呢，这所缘的境界，讲到所缘境，且现前色心无量劫来，今生之从早生时也不可穷数。这姑且我们现前的色心恶法。那么来加以说明，我们在无量劫以来精神当中，到精神当中所遭受的生死业，那么可以讲呢是不可穷尽，没有办法数，不可数。那么恶行遍布充斥法界，因为长时间的轮回，什么样的业没有造过呢？哪一道没有去过呢？所以这一类的恶行是遍布于充斥整个十方法界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司法界就会讲了、华严经普贤菩萨会念品，说呢，若舍恶业有体相者，尽悉空界，不能了受。普贤菩萨他回忆啊，过去无量劫当中有贪嗔普贤菩萨所造的这一些恶业，这个恶业要有体型、有相状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在空间当中占有一定的一定的分量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从空间上来讲的话，尽悉空界，不能了受。那可见的无量劫来，普贤菩萨已经成就了。他回忆过去所造的恶业是这样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，做我们的恶业呢，比普贤菩萨还重，太多太多了，太多。那也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犯过的境界，恶心遍布充斥整个法界。现在呢，若得见者，则欢无量恶业，悉为清净净体，为善种子，所成佛本际。我们得见。我们要得到戒体的时候，就要翻转无量的恶业，完完全全都化为清净的戒体。那这个道理在后面呢，下一段会说明。那完完全全都化为清净的戒体，在八十天当中呢，而成为善种子。这是呢菩提的种子，成佛的正因。所以说，成佛的根本基址，所有的功德由这个地方所开始出来，所成就的。南山祖师也，南山道宣立主，道宣立主先祖呢这么说呢，未受以前恶变法界，今亦尽受，欢前恶尽，并起善心，不借法所因，还变法界。这是讲前面那个道理，观无量恶业，悉为清净的界体。就是说呢，我们还没有受戒之前，没有邪火啊，没有受戒，那么恶心呢是充遍整个法界的，所有境界都是犯过的境界。现在呢，想要进一步来纳受，这里所讲就是五戒，五戒，那八方斋戒等等都好，那你现在要受戒，要欢前恶尽，并起善心，要欢对啊，前面没有受戒之前的这一些恶尽，所谓的恶尽，境界本来没有好，没有坏，好坏出于我们的心，所有境界都是因缘所生嘛，体性呢都是不可得的，境界没有好坏，就好像这个两盆花。是绿色的好呢，是黄色的好呢？就花的本体来讲，我就是这样啊，因缘所生啊。黄色的好，是因为我们呢，我们的心，我们认为这个黄色看得顺眼啊，这种感觉黄色是好，其他颜色就是不好。而其实境界没有好，没有坏，好坏是出于我们的心啊，出于我们的心。所以这个恶境呢，也就是说呢，恶这个境本来没有好恶啊，好恶出于我们的心，恶心开遍了，所有境界都是恶境啊。那现在呢，要欢前恶境。就是要翻转我们在前面所有境界当中升起的恶心，要改过来并起善心，把恶心改为善心。所以呢，还是这一些境界，要对着这个境界啊，转恶念为善心，要不变的发起来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度一切众生。内心呢，转恶为善，所以呢，借化的借体发起它的所有原因，还变的法界，还是不变的法界，不变的法界。在自持记里面呢，他有这样解释，这个因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些的境界，我翻对了恶心，
贪恋恶见，而普遍的升起善行。所以呢，发戒的这个境界就不骗了。我们在前面的境界呢，产生恶心呢，就是我们造恶业，在境界当中起善行，就是得戒品。将来你说的戒呢，所有的境界是我们持戒得功的境界，得功的境界。所以说呢，戒法所言，还变法界，最主要境界没有改变的，是改变我们的心啊，改变我们的心，宽展前面的恶行，而普遍的升起善行，要断一切修学善，以断恶修善的行为自行反过来化它，解脱众生。所以呢，得戒就前面所讲，宽无量的恶业，悉为清净戒体啊，这功德可大啊，功德可大。持持戒啊，解释说。知识语则见麻痹二十一页的地方，言法界者，若就教学，则集三千大千，今从原意，其论十方法界，无所自己称尽而发等法界量。讲到法界，前面所讲还变法界，那这个法界呢，若就教学，就设立假名中的小乘的这个教学，那就极限的这个法界。我们先暂，今天提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好。